怪力之行为之恶，身巧以三者作事，为造作诸行为业啦，十恶五业之所作，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如大千界微尘数，无始来今世生计呀。用心体会，还多了解哦。怪力之行为之恶，怪就是违背啦，违背道理的行为，都拢叫做恶。恶对叨位表达出来呢？那就是身巧意。三者作事，恶是一个名词啦。身巧意，就是表达出来。身有杀多淫，巧有妄言其气两舌恶巧，意有贪。真气，这合起来呢，是身巧以三者，会去造作这个十恶。杀盗淫当然是恶业啦，这是辛苦所做。恶巧的妄言其意两舌。这也是口所讲的话，予人的心，予人的意会乱，就是从口出的声音。那这的心的行动，口的出声，就是来自心意。咱的心意先自然的，咱的心呐、啊，所行的就是先思，表达出来是如何的心态，规规矩矩有礼节，这拢是心的先，也那。恶呢，就是杀多淫啦，所做作的都是违背道理，这是辛苦做作，啊，口头言传的嘛是啊，予人听到就是真无欢喜，而且所使人去做恶的代志，或者是呢？烦恼是非，离间人的感情，等等啦，就是使人袂当头调和，讲话中伤，句句的话就比刀伫咧插人，搁较尖，搁较毒，这呢就是口业。一切呢，拢是从心，咱的心意，咱的观念偏啊，偏向恶。自然心行恶，口言恶，这拢是从咱的心意偏差，所以都去做作。一切事，所以讲，
怪你自行为之恶。既然违背道理啊啦，开始叫做恶，唔对啦。这个唔对的代志，落实的心口意去做代志，就形成了事实。真的，咱都要真小心，源头唔通偏差。咱若偏差，就开始恶行恶念啦，就开始产生。所以咱来真注意，注意的迄个方向吼，唔通乖。就是违背去啦，唔通，所以咱来顾好这念心意的方向，也个为做作诸行为业恶事啦。虽然明清讲心口意会去做作恶事。但是呢，无做作出来，那就是业无成啦。就是爱去做作，那去做作啦，这个恶事，那恶业都完成啦。只要你做成了事实，迄、那个业力、经济呢，都完成。啊，这个业力清寂啦，有几种啊？那就是十恶、五业，这拢总是真紧的形成迄个业的清寂，意念造作出来，完成呢，迄个恶业的清寂。就已经完成出来了。啊，这些已经完成了这些恶业、恶行，总是将咱这世中啊，咱的思想的偏向，形成的咱的一身躯，一身躯口。意行就是安尼呢，起于动作，即去做作成业。啊，即唔是干那今生出世，咱即个动作的累积啦，拢是延续着过去累生世的习气。累生世啦，过去生啊无量寿劫以来，但已经做作完成迄、那个业障，迄、那个习气，安尼呢，搁延续来予咱的现在，即世人已经有安尼的习气，安尼的精致来予咱做。做，所以这叫做往昔所作诸恶业。咱那常常回向文呐，拢有读到这几句吼：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这，咱那读经了后，后面呢，也。回向文都拢有即句几句话，所以咱爱真谨慎，咱更爱真深信即个因缘果报，爱真深信啊！咱累生累世做作，来伫咱今生出世。延续了过去的习气，来伫现在
让咱的方向偏差，引发了咱心口意去造作，在十恶五业的代志，也咱今生出世造成了这的物件，当然就是搁在带到咱的来生世。所以咱今生出世是偌呢重要啊！过去既往啊，咱都无法度再搁追究，因为既往已经来到遮啦，因缘事实造成啊，咱呢以后。来生来世呢，咱都要赶紧反省，叫做忏悔。忏悔过去生中所造作的恶业，咱今生当着佛法啦，咱了解啦，因缘果报。今生出世啊，已经感受到了，唔通埋怨呐，咱都爱忏悔，忏悔过去，欣然接受的今生出世恶的环境，咱爱好好的来接受。既然过去欢喜做啦，过去生就是安尼做，那今生呢，都爱真甘愿接受啦。而且爱警惕，既然我过去生安尼做，我今生除了接受以外啦，我都爱反省。也都爱赶紧的，知影道理，赶紧接受，接受这个道理。哇，爱赶紧的结合人缘，造作呢人间的福业。有这个因缘，咱来赶紧呐，把握善因缘。为人群去付出，造福众生。其实现在名称叫做造福众生，对咱呢是伫咧累积福业，因为咱阿呢的造作，是为善，善就是福。多造福啦，是为自己来累积来生世啦。所以咱爱把握的今生出世，啊，有益的缘，咱爱好好接受啦。有好的缘呢，咱爱赶紧把握。付出，这都要靠的今生啦，为来生事，予咱会当来生呢，各有因缘当着佛法，啊，有好的因缘呢，当着善知识，有了善知识，来甲咱牵引。但阁会当入魂门来，继续佛法来修行。虽然现在是无佛的时代，但是呢，虽然是末法，这个末法的时间也阁延长，也阁是一段时间呐。咱若甲伊想，迄、那个劫长时间，
就知影讲，亲像安尼坏世间的事，伊是爱搁再直直延续落去啊！呀，咱人的寿命，讲得几十年，所以伫迄个长时间，也搁伫咧延续，咱来生啊，也搁来得及啊！佛法呢，虽然是佛法啊，咱伫今生听到正法，其实正法、正法、佛法是在人心。咱今生出世听到正法，咱爱正思维、正念、正行，接受了这个法。深刻在咱的心灵，咱还是向着正法学习。这正法的宗旨，就是在咱的内心，希望内心内世有这个因缘，和咱的正法这念的宗旨啦，带来内心呢，在。接受到好的因缘，受到正法来教育，咱现在已经是在这个正法中熏陶啦。大家人讲熏华是啊，熏呐，来给咱熏这个法，咱熏陶在这个法中里呐。会当精进培养好好，正知正见、正思维、正念、正行、正德，咱已经累积了。这业的精进啊，咱就带来后世，当着先知性，再接引，咱当着佛法。将咱内心的精进，未来呢，善知识的牵引，那也个是心念的正法中，所以讲是正法、正法、佛法，拢是人为啦。咱呢，正法念的咧，佛的正法还是同款的咧，其他。咱的正法会当教育在何世？哎，咱家己呢，嘛要好好培养好咱这份呢正思维、正行业的精进，还是呢，得和咱真清楚带在后世哦。所以啊，既然是。过去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可见呢，贪嗔痴是偌呢真重要。咱来提高境界，对咱今生出世，咱有贪无？有，赶紧。气地断地，贪的精气啦，贪的良心，咱今生出世尽量唔通有。啊，真呢，动不动爱发脾气啊，亲像安尼呢，咱啊爱及时气地，气就是无明白道理。咱甘棠，搁再延续着，何里何道的不明白道理呢？咱接受着道理，咱来赶紧啊，爱珍惜，爱会晓乱摸，前面讲过去，乱摸，咱爱不断回忆这个真理啦，
听过去啊，会当甲咱的生活遮尔接近，咱来时时回忆，回忆这个法，咱爱举手动足，无不都是爱落实伫咱的生活中，咱心心念念的回忆正法，咱步步行为动作，咱也来落在生活。安尼呢，这个佛法啊，永远都是刻伫咱的心灵。你看，烦恼无明啦，都会当即时弃除。所以贪嗔痴，咱来定定提高境界，唔通搁再反复着贪嗔痴。有起念，咱来赶紧弃除，转贪为布施愿舍，转嗔为柔和善顺，转痴念呢来为智慧。咱爱时时用心啦，过去的烦恼，既然呢，亲像大千界，叮叮塌塌，亲像微尘，遐尼真多。前面啊，咱嘛用一段真长的时间讲啊，过去的时间真长，亲像微尘啊。呀，时间长啦，咱叮叮塌塌、做做做的业，那是同款，甲微尘数同款啦。既有遐长的时间，都有做做遐多的业啦。所以，无数来今啦，世生计吼，那。一点啊，一点啊，从长久的时间累积来啦，哦，也嘛已经呢变成真多了。涂沙粉啊，拢是一粒啊一粒，安尼累积来，就变成了一片真乌真垃圾的物件。这拢总是。一点啊，一点啊的累积，垃圾的物件会安尼累积，那咱清净的念，嘛是同款会当安尼累积啊，善念啊，善事啊，嘛是安尼一点啊，一点啊，咱正法啊，善事为啦，嘛是安尼一点啊，一点。念念不断讲过去啦，念念不息，就是安尼呢，种种念无限量啦，而这个善的累积，这叫做众生，咱来好好用心了解善的这个习气，善念啦。嘛是爱一点啊，一点啊累积起来，生生不息，念念不断，这善念、善事，爱赶快一点啊，一点啊，因为呢，恶业啦，都是安尼一点啊，一点啊，过去累积，咱即嘛，把迄个物件去除。完了，点点滴滴该去滴，咱赶快善念呢，点点滴滴累积来，赶快是清净嘛，不是，无可能，只要咱下决心，天下事啦，总是呢有成就。所以咱讲过去啊，一段文安尼讲。园林自动过啊，种种恶庄严，宝树多花果，众生所有乐。
自天及天国，上座众伎乐，悟万道如花，散佛及大众。大家人也阁会记得所讲的吼，那园林自动果，咱就知影园林自动果，无不都是法来庄严起来的，种种不庄严，都是法啦，三十七座多品呐，顶顶呢这个法基础的法啦，从幼苗就变成了大树啦，从这个地基一直变成了动果，这呢，拢是咱法从三四二五七八这三十七座多品啊，这是学佛的基础，有好的基础建设起来，都有真高的动果啦，庄严了这很苦吼，真庄严的宝殿，真庄严，这就是表示咱修行基础那打好啦，那咱的品格、人格啦，都建立起来，同款的道理吼。所以讲，无事多华国，已经一生无量啦，这善的经济一种，树啊大长啦，啊，树也开花啦，不只是开花，搁在结籽，这个是一生无量，累累果实啊，一粒的善经济，累生累世，按照了这个善法啦，累生世累积起来。也是无量哦，所以众生所有乐，迄当阵，咱都是平安自在啦，都无有吼、哦，这初中的业力来压迫咱。迄当阵就是平安自在，就亲像天人呐、啊，一天国。就是真响亮的天国声音出来了，上座众伎乐所听到的声，所看到的身形，所造作的呢，都是利益人群；所讲说的呢，都是让人真欢喜，会当辅导人人向善向正的。这声音拢真好，所有的境界呢，有万道如花，万道如花，就是真济种啦，真柔软的花，那迄个所在，人人心拢真柔软，这就是一个真水的境界啦。不断从天而降，这些描述着咱菩萨的境界、佛的境界啦，无不都是庄严，无不都是所触、所感觉的，就是这样讲平安自在呀。接下来一段文，再搁安尼讲哦，吼。我净土不废，日常见少尽，犹抱诸苦恼，如是色充满，是诸罪众生以恶业因缘，故恶尽积劫，不闻三宝名。前面所描述的境界，这是佛的净土。
前面所讲这些境界，啊，园林、楼阁等等啦，这呢，这些诸佛菩萨的境界，佛法充满啦，人人呢都是平安自在，真美妙的境界，迄种总是佛的净土，人人本具佛心。人人本具真如本性，清净的本性，在净土的内底里，永远永远不毁灭。所以，咱的真如本性嘛无毁灭啦，永远存在。但是呢，日将见少见。众见就是众生的境界，现在呢叫做五浊恶世啊，就是浊气。现在众生的浊气真重，境界真重啦，所以有了种种的见浊啦，开始就是有不自苦恼。如是色充满，是诸多众生以恶业因缘，故恶情其劫，不闻三宝名。这一段文开始就讲啊，佛心净土啦，行具平安自在。佛心，伊的心理，迄个净土，就是这么平安。是业苦重重的众生啦，就是贪嗔痴的火气，在众生，因为心地啦，都贪嗔痴。这些众生，伊的心态就是安尼，业障真重啦。迄个心内呢，充满了贪嗔痴。佛甲众生同世，佛的个心灵境界是一片的清净，而众生的心念境界啦。因的境界就是安尼，业苦重重的众生，众生就是满心烦恼啊！啊，这满心烦恼造成了家己内心的障碍。人人本具佛性，咱哪会无法度亲像诸佛菩萨？心这么平安呢？啊，咱哪会业这么重呢？咱的烦恼，咱何里何度，也是真不清楚。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咱一个有贪嗔痴，这个火啦，在咧把咱焚烧吼，所以欲色。气氛呐，不可破灭，无法度呢消灭，这就是凡夫。凡夫呢，这个无明慧啦，就是安尼不断地咧甲咱烧啊，和咱的内心呢，时时时时都是有这个无明慧气吼。那这就是不管是业。或者是少啦，同款受到无明慧，
这么真宝贵的东西也给它烧尽去，无法度消灭哦。那这就是爱讲佛应如是法而来人间。佛是用众生的因缘，最近咱拢一直伫咧讲遮个代志，佛啊，就是因为这一大事因缘，而且呢，因缘成熟，成如是法而来人间，这是佛来人间的因缘，是为第一义体。所念佛的法啊，就是第一义体，那就是世间第一的法，那就是佛陀说法四十多年啦，最后呢所提出的这个第一义体，那就是一时性法啦。佛陀为着阿弥日来人间，这一大事因缘，就是要讲说人人本具佛性，这是第一义体。本具佛性，咱要安怎回归？那就是在《法华经》一时性法，这个就是第一义。非世间俗体所化之土可比，世间俗体就是世间的道理啦。那世间道理，搁较安怎讲呢？就是干阿的人间事，教人做好人间事，无法度超越佛法。教咱超越，唔只是守好家己的本分，自立，还佫都爱去利他、自救。守好家己的本分是自度，就是小乘法啦。敢若顾家己，唔通去做着错误的代志，这都是俗，还是呢在人间。佛陀要教导人，是要超越，自度爱搁度他，利益他人，心无挂碍，唔通一直呢挂碍的这个名利地位，付出是无所求，真空啦，所得到迄个妙有呢，就是。第一义体，这呢，就是跟一般的这个俗体、世俗的道理无同，因为咱要超越吼，所以啊，故化土烧尽呐，而净土不废。因为这世间世俗，我顾好我家己，但是呢，我为义而精，我会当呢，讲要救遮个人，啊，我会当杀其他个人，好像就不对啦。佛法袂用个安尼哩吼，看，人讲忠义，过去啊，三国桃园三结义啦。虽然呢，要取得忠，要取得义啦，敢毋就是呢？国家嘛是安尼争啊，嘛是安尼斗啊，哈，你争我夺啊，啊，你死我生，也是安尼啊。你不管是世间法啊，多少呢？讲为正义而斗，
日经拢嘛是过安尼，但是顺安尼。世间遮尼正侪的人祸啦，伫咧争啊，到底是对啊错呢？无法度去分析啦。现在无定就是逆是反唔对的，但是呢，有朝一日可能呢，那一边都是，嘛无定着。反正呢，世间事都是安尼，到底讲善恶法好，那是完全啊，善是无污染的善，要安怎样呢？好有污染呢，去弃敌，这嘛就是咱爱修行啊。要安怎样修善行，再搁再呢弃敌破五常，搁破除了五敌五见，在境界拢从弃敌到甲真空，还搁再存着妙有，这些无简单吼，大家人爱真用心，所以呢。这种也叫众生界啦，俗体内底啦，这人间世俗啦，内面呢，就是有安呢，有不足苦恼，如是色充满。我为着要顾家庭，我为着要顾哦，等等啦，哈，我的忧愁，我的苦恼，那我的亲爱，等等啦，拢是还搁伫这个忧愁、自苦恼的内底里啦。我的最爱，等等，生老病死呀，这嘛是咱的忧愁、苦恼啊，那。为着要顾家庭啊，对外面爱安怎？总讲一句呢，这种为着这个世俗庇护自己，充满了这个忧愁苦恼，如是色充满，是真多啦。这种忧愁不为种种苦恼，这些代志。拢是难，拢是人生的苦难呐、啊。这种的苦难呢，比比皆是。多一个人唔是为着家庭，多一个人唔是为着咱心的偏爱，安尼伫咧烦恼呢。所以世界充满真多啦，所以忧报等等真多。这种苦恼、后悔代志，那真多啦。如三毒、恶毒、三林等，吼，无小心嘛，难道来生来世走对三恶道去？啊，就是今生出世有充满了这多、这多的忧恼，这呢真多的苦恼。一不小心，咱就去做足真多吼，的恶业，那完成就是伫三毒，这业力啦所受的苦报，都亲像山林啦，迄个草木树共款，吼，那就无得算咯吼。所以是诸罪众生啦，以。恶业因缘，
才会做啊！一众生苦难的众生呢，啊，已经呢因缘所累积，恶业所累积啦，所以啊，所造作的这罪业呢，罪业真深重吼，啊，违背道理等等啦，或者是呢做这个罪啦，边啊搁再放生出来。诶，这个业吼，那真多吼，这搁在生根薄硬出来吼，除了这求心本来，那求心的本来呢，伊嘛会搁在贪机薄硬呀，这个贪机薄硬搁延伸出来，啊，愈来愈旺，呢，经济呢质量唔对啦。那就会安尼，吼生根断硬吼，安尼一直断去，那就沉淀了吼，一粒种子啊，都会造成真多。善呢，咱会真善的果；恶的呢，那就是恶的果报，那也都是真多啦。所以恶业的众生啦，这因缘不断。生生不息，嘛是直直叹气吼，所以一时九弯劫来啦，一做诸不善恶业，好诸九弯劫来，到底咱做偌济啊呢？已经做起真济的善恶业，善的到底济啊少，可能善无济啦。恶的这也少，应该恶的是真多，因为呢，拢是要为自己来争吼，有自私的寂寞啦，有家庭拖累吼，难免啦，这种的爱恨情仇，这种的累积呢，那都是真多哦。所以讲，将其为善。故之因缘吼，因为呢有这么真多啦，安尼攀升出来，边啊安尼爆出来的这个业因呐，所以吼这难免呐业力就是安尼累累出来了，这叫做因缘，所以啊故恶情其劫。不闻三宝名，查过了五千机劫，都无法度听到三宝的名吼。这时间真长久啦，所以甲佛同世，嘛无法度听到佛的名。何况听到法呢？何况佛不在人间？何况佛法呢？已经人口多啦。少人听啦，所以呢，这个烦恼业会愈来愈多，正法呢道理都愈来比例是愈少去。古早佛时代是啊，这个人口无多啊，佛陀讲法啦，那法都多数人听得到吼，比例啦，人口甲法来比例。现在呢，人口多啦，那这个佛法呢，愈来都愈比例愈少，尤其是呢，宗教愈来新兴的宗教搁愈多，所以比例又是搁愈少。因为安尼呢，要听佛法的人啊，愈来愈少了吼，所以众别国。不得闻三宝名，搁在咱的这个业力啊，不断累积落去吼，那就无法度听吼，所以不闻三宝名啦。那三宝呢？什么叫做三宝？大觉佛称为佛宝，那由佛所说之法叫做法宝。会当奉行佛所说法之人，叫做净宝吼。
那佛家觉体自己吼，法家法规自己，正家和合自己吼，佛家觉体自己，是觉道理啦，已经呢觉悟了天地宇宙万物的道理，那叫做佛吼，就是佛报啦。意思就是安尼，那法家是法规之义，法呢就是规范咱，爱安怎样才会当回归呢？咱的真如本性，伊有一条轨道，有一个方向，互咱知，互咱知影这个方向要安怎行，都带咱来开开。出了这条道呢，对准了方向，引导人人斗阵行过去，这呢叫做法规之义吼，意思是安尼，所以正者和合之义吼，正就是发心嘛，奉持佛法，咱誓愿就是将佛法呢。普在人间人呐，教导人人呢，爱和爱合，合和和谐啦，那来合心和气，和爱协力，把这条轨道啦，对准着方向，咱来开，咱来铺，铺予大家人，共这条路行，这就是正的责任啦。人人引导吼，那导向人人呢向正法行，所以咱需要引导人人皈依三宝。皈依这两字吼，那伫咧皈依的时，就是会甲大家人讲返乌归白的意思。所以三宝，那皈依三宝大觉者吼，佛宝啦，正法导向咱向菩提道，所以咱皈依法吼，那求伊教，甲咱教育。把我们保护我们向正法培养我们的慧命成长众生的慧命那就是叫做正报来把我们导向所以若诚心归向三宝啦敬无依恋就是一心一志不通在这中间有起到无同的念头那这样呢一心一志在三宝中啦，不为佛所教导，无违背佛法啦所教导，安尼呢，邪恶啦都离开咱，袂讲吼，阁有邪恶来啊来困扰啦，所以咱爱时时用心伫这条正道法里，唔通有小夸。安尼呢，得远离去，所以讲啊，远离诸动过，就是爱法做咱的基础，咱爱好好呢修法啦，把庄严的园区呢建设起来，这就是咱的心地吼，还亲像佛同款，安尼呢清净、平安、自在。佛的净土啦，是永远、永远存在，无毁灭。咱唔通伫凡夫心啊，安尼呢？伫贪嗔痴的无明慧来烧毁了咱的这个真如，所以咱爱好好
时时多用心。